2007年20條，咁 XY 嚟講咧，咁佢就係有10V。咁如果嗱10V 嘅意思咧，就即係話佢上路用10V，下路咧都係用咗10V。佢就問你經過8Ω嘅 resistor 係嗰個嘅 current 係幾多？咁經過8Ω嘅 resistor 就即係得上路，咁上路咧夾埋咧就會係10Ω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將上路嘅資料咧就代翻落 V 度入 IR 度啦，即係代上路嘅資料，因為上路攞多10V。咁而上路咧，呢10V 就俾曬8+2Ω嘅 current 食曬落去，所以咧個 I 咧就會係1A 啦，答案咧就會係C 啦。